我的快递来了。快递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呀。我们先拆开一个好不好？我看看这两个快递，这是个什么东西呀？这个是个什么呀？先拆开哪个呀？先拆这个吧。先拆这个。嗯。这好像是个玩具吧？快拆开。这是不是你爸爸又给你买的新玩具呀？对。从网上买的，爸爸也太好了吧，老是给你买新的玩具。我们先拆开这个，看看这是又给我二宝买的个什么呀？哇，有了新玩具就不能老看手机，是不是？哇，啊，我知道了，是往这个上边放的，这里有小熊、小兔子，我们来给它先放一个，好不好？哦，我看看啊，这个是放到这里面的，好像是找一个小熊，小熊，看我们放的对不对啊？这个，哎，这个不对，哎，对，这个，这是他的衣服，找一个他的头，哎，小熊猫的头我找到啦，小兔子的头我也找到啦，哎，这是谁的衣服呀？这么大呀？这个不对，哇，是他的衣服耶。还有什么呀？裤衩呢？这还有一个衣服，哇，是他的衣服耶！是他的裤衩耶！对，这是他的小脚，还有个小衣服，找一个。妈妈，你弄在这里了。哇，我们好棒呀！这么快都找到了，再找他们头吧。大熊猫的头在哪里？大熊猫的头。这个是不是？看看。哇，我们自由给他搭配，这个不对，不对。不是他的头，他的耳朵都不一样。这个我看看，哇，这个是他的头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呢？还有什么？这个也不对，不对，我拿错了。再找一个他的头。这个是不是他的头呀？哎，怎么下不？哦，我说下不去呢，原来后边贴了一个呀。对，这是他的头，这是熊爸爸。这是熊妈妈，这是小兔子，这是小熊，小熊的这个衣服还没有找到呢。小熊的衣服没找到，你能找到吧，宝贝啊？能。小熊的，哎，这个是不是？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这是谁的裤衩呢？刚才你拿的那个裤衩是他的裤衩。哎，小熊的这个衣服去哪里了呢？不对，这个好小啊，这个不是。咦，我们怎么找不到了呢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他的，这个是他的，宝贝。哇，我们又成功了一个。这个是谁的呢？咦，这里有一个，不对呀、啊，哎，找到喽、啊。这些都让我找吧。啊，来，让我们宝贝来找一个。找到喽，我很快找到他的衣服了，还有底下这一个。我来找这吧。啊，你来找最后那个。咦，去哪里了呢？找个小小的，底下下面是一个小小的。哎，我看这个是不是？不是太大了，小一点的，好不好玩啊？这个玩具，玩我找到喽，我赢喽，都是我找到的，耶！